手边，欢迎各位的朋友。好，请校园的右手边。好，中间再看一下哦。台湾，待会儿我们要请校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。这次是自己单独来到台湾，看到现场的粉丝这么热情，他的感觉是如何？待会儿请校园在媒体访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哦。谢谢，谢谢现场的媒体朋友，也谢谢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哦，谢谢你们。媒体朋友们的访问啊，也要再次谢谢校园。